大幕杨子，欢迎杨子，欢迎欢迎啊，欢迎光临我们麻花特开心。杨子，哎，在你来之前啊，腾哥说我跟海银是麻花，又有劲儿又不懂事儿了。你来以后我开心了，我觉得又多了一个。看看大爹能有多不懂事儿。这个任务的，我咋觉得辣木你像呢？挂像了，挂像。腾哥笑面时间开始。不止一个身份，眼睛都不敢睁开，都不敢跟我对眼睛，都不敢跟我对眼睛了，完全就是。哎呀，你心理素质太差了吧？你这咋当间谍呀？你这个。现在就我一个好人呢，腾哥。你快离哥近点，让他再屏蔽你。就我一个好人。我这样解释一下啊，如果压到了线，咱们则按照外圈的分来算，就是本次咱们的揽乐队获得了5个积分。辣木快上啊！别拦我呀！救命！不是，我没上啊，哥，我没上。哎，这不是自爆，是被爆了。后面这样的游戏还有40多趴呢，别在这玩命了。先省点体力吧，出来出来。在此时此刻，我觉得积分已经不重要了，大家玩得非常开心。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出来了，显而易见，我们的摘星队获得了40分，揽乐队获得了30个积分。接下来啊，就是双方的队长把这个分悄悄地安排给自己的队员上。哦，悄悄的，悄悄的。OK。辣木，说呀，一分没有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听我说，因为现在不是，因为现在谁也看出来，最好平分。没事，你听哥。不是，哥能看出来。哥能看出来。听哥的啊，你会后悔的，听哥。听哥，行。妈呀，你这跟艾伦在一块儿，我都于心不忍。艾伦是袋鼠，杨子是松鼠，我跟你。哎，拉姆，你不要那儿贴。那往哪儿贴？就这两排。我胳膊上也能贴。我胳膊还有啊。那胳膊太容易，但没事，我这。咱俩这样，咱把。其实这是我的肚子。这是我的肚子。我不好意思。你发扬点绅士精神吧，伦。行，那我粘胳膊上去。行。艾伦啊，看出来了，也就你最正直。哥，誓死守卫那个摘星队。可以，差点没说错了。队名差点报那面去。伦啊，加油啊！都得死。我有点害怕。不用怕。今天晚上将迎来一场非常重量级的比拼，站在红色一方的是松鼠，而他的对手正是逆袭黑马袋鼠。准备，开始。你选择了一个最难的，因为我以前就干这个。绊倒了。哎哎哎，走，上面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应该赢不了了。你得扑他，拉姆。艾伦，护住我。太累了，这个游戏。袋鼠大战松鼠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我让你一个。行，谢谢哥。哎呦，我这个姿势。敢抢敢抢了，我快抢。来，艾伦，对不起。袋鼠还会这招？怎么上的先？对不起啊，就奔他眼睛去，就奔他眼睛去。知道他的弱点了吧？还有20秒。哎呀，哎，
小心小心，他来了，小心小心。我输了这个游戏，放水了有点啊。倒计时十秒了，倒计时了，五四三二一，我拿一个，我得有面子，一个一个就一个。停停停，那一个不算，那一个不算。来，咱们现在数一下，摘星队获得了三个球，3-0啊！漂亮啊，这卧底漂亮啊！过来以后挤了一滴血。你好像太白金星跟孙悟空了。是我出血了，哥。我这车子这么慢，是体重的事吗？帅开他！哎！等会儿你别动，别动，我要拐弯去压那气球，压气球。里边那个人绝对吐了。我们组海宝要求在里边。我能不能钻里那个？我的天呀！撕！拎着拉布跑是吗？救命！啊！谁炸了？谁在里边炸了？哎呦！干什么？哎，怎么我们队领先呢？啊！啊！船长！等等，等等，船长！哎，我撑不过四四哥。啊！航哥，这边。走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样。其实里面那个人应该跟着走，跟着跑。篮球是减分，篮球减分。Nice。啊，红的是减分啊？什么是加分？这个是加5分，哥。这个是。这太难推了，这哥到了吗？大海宝，你站起来跑！拐弯，拐弯，拐弯，拐弯！快来，快来！走，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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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那拦的压了。那走，压绿色，压绿色。还有多远？哎呀，我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哎呦！机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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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长！走走走！快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哎呦，咱们挺猛，咱们挺猛啊！杨子玩这个行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比赛开始。开始。上。哎呦，哇塞！杨子。哟。海银在后边起盾，在后边攒海银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我的妈呀！思思还剩一朵花。俩人攻击思思。哎呦，废了！溃不成军啊！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比赛结束，这轮恭喜我们的摘星队获得了1分啊！我救你！
我为什么从我那里看的全是我打死的呢？可能是你的 KO 出现在你的眼前了。还是你的 KO 啊？我打的老开心了，我说哎我这全中了，我就往前冲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咋这么关心这事儿呢？我关心，我为啥关心你不到吗，哥呀？啊、知道啊。你摸摸良心问问。我摸哈尔斯了都没摸着。太难了啊！我的团魂被浇灭了。看我眼睛。他俩我真不确定啊，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不好好玩，有一个好好玩，这也是他们的计策。那是，太准了。不是，我说，哎呀，卧底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谁是卧底，好像是。对，不知道。哦，就是都不知道。但是你们的主人知道。主人知道，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队的卧底也不知道另外一个谁是。但是有两个，腾哥慎重。但我站在导演角度的思维思考一下，不可能是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个外人。嗯，你怎么还拿自己当外人了？你都是半麻的人了。我是你来了就说自己是半麻人。我是半人。白演我们那么多电影啊。这会儿拿自己当外人了。哥，我是不是有团队？这么多呢，咱换一个更多的过来，哎，那是最好的。对，行，我最不敢。往这边站着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赫不是，赫换，我就瞎。哥，嗯，你他妈不是你是吧？他摁的是关机键，我骗这个嘛？对，我确实摁了，但是俩撞一块了，我就这样。但我觉得赫不像，他是故意的。游戏他下来，你不能给他，你给谁都不能给他，我跟他一块玩的。卧底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谁是我最不可能。有一个不好好玩，有一个好好玩，但是有两个你不能给他，你给谁都不能给他。你腾哥慎重。我不相信你们的判断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行，哥相信直觉吧。你好意思拿我哥？哎，你好意思拿我？原来都是口活呀。不是，我给他逼的时候，他很惭愧。你有点是吗？挂脸了。惭愧。吓死我！只有我是在为这个逼子去真心的着想。我全放远了。好。行，我就赌这一下。行，走。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哥。